实在就是 SUM。今天来帮大家介绍这一台是2014年的 Honda Fit， 那它是蛮受欢迎的都会小车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有什么配备跟功能吧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台车的内装部分。首先，先来看一下它的里程数，目前里程数是67202公里。那左边这个部分的话，是它的后视镜电动调整及收折。那驾驶座的左方这边啊，也有它的抬头显示器，还蛮方便的。再看一下中间的部分，中间的部分它有影音系统，那这个萤幕它是有倒车显影的功能。那整台车的内装保持的其实还蛮漂亮的。那我们这台车也有通过第三方认证。Fit 虽然是小车，我们看一下它后座空间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小，空间表现还不错。那这台车的内装也保持得非常的干净，没有什么破损。我们看到它的门旁边还有它的自备架，所以整个空间其实蛮灵活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Fit 后方的置物空间。那以小车而言啊，它的后方置物空间其实表现得还蛮不错的，后方的置物空间相当的平整。那我们将 Fit 的后方座椅倾倒之后，发现它整个空间变得相当的大，而且是非常的平整。那这对一些小资族或是平常有载货需求的朋友们来说，这其实 Fit 是相当的够用。简单带大家看完这一台2014年的 Fit， 那我们的官网售价是418,000。那有兴趣的朋友就赶快来先预约赏车吧。实在就是 SUM。